这里有一棵古树，哇，中间已经空了，可以看到对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欢长。今天我们跟摄影师来到了这个古村落，但是这里的房子特别的多，而且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多的房子了，好尴尬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它是那种七八十年代的那种风格的房子，对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对，池塘。现在很多在农村的应该小时候都住过这种房子的那种回忆，好像都没人了，都搬出去城里住了。哇，他们家这个门起码有4米高，木门。住的有人呢，里面好像有一个天井，中间是一个水坑。哇，一进到这个池塘感觉到好复古啊。现在天快黑了，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